嗨，我是小搞，影片要开始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搞，这次要分享上个月出国参加授权展的游记。这是我的作者，也叫小搞，为了避免搞混，就暂时叫他肖先生吧。大头，在一年多以前某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肖先生的女友问他：欸，上海有个授权展，我们要不要带小搞去参加？我想一下哦。好啊，你知道不是你想的那样吧？但是因为 COVID， 只好暂缓原本的上海授权展，目标移至光州授权展。等等，你是说那个完全没有去过语言也不通人生地不熟的韩国吗？厉害的韩国吗？我们中午从桃园出发到首尔，再坐4小时的巴士到光州旅馆，等于降落在桃园，再坐车到台南。踏入旅馆房间时已经是凌晨2点。好热。你可以去开冷气吗？好哦。风有点大。那开窗。OK， 超冷跟超吵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这次展览跟文博不太一样，上次文博的场面大概是这样。来呀、啊，只要消费就送作者的签话。但这次因为都是厂商，所以比较像这样。안녕하세요，讲了一个早上的안녕하세요都没人理我，那是我的简报做得不够好吗？果然到了韩国还是得用当地的语言做简报比较好啊。我来练我的讲稿好了。Hi， we're creators from Taiwan. We're creators from Taiwan. We make 这人是谁？他要干嘛？我们的第一个外国厂商，保持平常心，放轻松，我们已经练过无数次了。我完全记得我所有的排练，我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我在行装可爱 ，cute and cuddly，cute and cuddly。换了先打到无奈说，哎呀，好帅哦！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不说话？他正在观察你 ，cute and cuddly， cute and cuddly。I like it. He's cut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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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Cute. 乐团，我没听错吧？他刚刚的确有说 cute， 对吧？你没听错，我们上辈子已经扶了很多老太太过马路，第一个就电视厂商，真是太好了。Thank you. We are creators from Taiwan. We make web animations and comics for this character. 小狗。有了第一位厂商的鼓励，我们也开始更有自信，越来越敢讲。展览第一天有惊无险的过去了，究竟明天还会有什么挑战等着肖搞一行人呢？请看下集。光州的旅馆，按摩浴缸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一个这个，可以消毒，高级的消毒。窗户。